十月九日，在鹿晗和关晓彤公布恋情的第二天，网曝鹿晗星途中最大的粉丝客栈朝鹿宣布脱粉。爆料称，从出道就开始粉，花的钱有上百万了，每次发专辑都上万张的买，做应援上万的砸，突然觉得这个粉圈也到头了。目前这个站的微博简介已经清空。爆料称，朝鹿皮下用小号发微博表示，五年了很知足，并且配图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狗，疑似宣布脱粉，